那在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国际上有一大批靶向药物已经上市。那么靶向药物呢，它是需要检测，需要这个对病人进行基因分析，所以这个呢是在国外也刚兴起，啊，所以当时候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在2008年，啊，我这个回来创建了这个肿瘤精准医疗伴随诊断的产品研发企业。我的这个目标是能够研发出啊国际一流的肿瘤精准医疗的伴随诊断产品。各级政府呢，对于创业创新呢，都非常重视。人才对于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啊，就我们在企业在吸引人才，也是得到这个人才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